喂，亲爱的，在干嘛？出来玩，就等你了。不去了，我在公司加班呢。怎么大周末的还加班啊？亲爱的，你听我说，做女人啊，可不能把心思全部放在工作上了。你看你这个年纪，正处于青春年华，是你一生中最美的年纪啊。所谓女为悦己者容，总不能等你这容颜老去了再去谈情说爱，对吧？听姐的，这破工作天天加班，辞了。现在就应该找一个男朋友，好好谈恋爱，享受生活才是正经的。辞了，不好吧？听姐的，没错。是啊，凭什么我天天加班？哟，老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约会呢？嗯，这是我男朋友。就是你找的男朋友啊？怎么找个这样的穷酸男朋友啊？我跟你说，女人千万不能亏待自己。你想一下，我们的化妆品、护肤品，还有买的衣服，都是对自己的投资呢。找个这样的穷酸男，岂不是等于亏本了？找男朋友啊，一定要找有钱的。走了，我去吃牛排了。乔乔，哟，新男朋友啊？嗯，是啊，看着还挺富贵嘛，但是也忒老了吧。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女人年轻的时候啊，不能找这种事业有成的老男人，磕碜了自己不说哈，外人还容易说三道四的。咱们啊，要趁着年轻找帅的，配得上咱自己的。啊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去喝下午茶了。谁啊？啊，老萌！哎，老萌！哎，球球，小帅哥，新男朋友啊？跟你说呀，男朋友啊，还是不能长太帅的，十个帅哥九个渣，还有一个玩的花。这些甘蔗男啊，一天到晚的甜言蜜语腻歪，实则先甜后渣，到时候骗财骗色的，伤心的还不是你自己？听姐的，别谈什么恋爱了，你这个年纪啊，就得好好的找个工作，就得好好的找个工作。咱女人自身实力就是最拿得出手的资本啊，毕竟事业上去了，还怕找不到好的男朋友吗？花若盛开，别自来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可别找这样的闺蜜，哼。哎，你看什么看啊，渣男。看出来我渣了啊啊！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六点半。